好的，各位朋友，晚上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各位朋友收看我们欢乐周末夜，我是节目主持 Alvin， 谢谢你的支持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很快的，今天就进入了第三期了，很谢谢各位朋友你的支持，你一路来给我们的鼓励，你的鼓励是我们的动力，谢谢你们哈。各位朋友，请你们多多给我们按点赞啊，多多分享，分享给多多人看，给人知道我们有这个欢乐收获业这个节目，每个星期六7点到9点这个时间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很开心做了一个主题，就是怀念邓丽君小姐。那大家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是吗 ？OK， 那今天晚间呢，各位朋友，你想听什么邓丽君的歌曲，您都不要客气，尽量点上来。我们的电话在下面，有我们电话号码啊。如果你喜欢听邓丽君每一首歌曲，你都点上来，我们会唱的，我们尽量为得到您每一首歌曲，好不好？那节目的开始呢，我就为您送上邓丽君的一首怀旧歌曲。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，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。那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《海运》。谢谢你，喜不喜欢这歌曲？来个掌声一点点，好不好？